英阿姨，侬辣白相啥物事啊？电饭煲啊？是呀，阿拉小区帮我买了只搿个电饭煲，漂亮伐？哎哟，搿只电饭煲是真便当啊！喏，我今朝烧个清炖香肠饭，就搿能样子烧，搿能样子后分后水烧了以后，对伐？好少吃交关浪费。像阿拉小区搿种男小孩哦，就那个搿能样子拿了好子就吃了。我是拨伊还是拨伊盛出来稍微适宜点？里向还有点小的饭食哦，老早电饭煲里向的嘛，搿饭食烧勿出来的，搿饭食外加烧了老好吃。青豆芽三鱼香肠饭，哎，青豆，一小段胡萝卜，切丁，一块芽三鱼切丁。青豆胡萝卜两三元，再一根今年酱的香肠，阿拉拨伊下七片。今年酱的香肠呢，我屋里向是常备的。伊这个香肠呢，下起好吃，筋肥香鲜，筋肉多，肥肉少，肉又实紧，甜绵绵的。配料表呢也下起清爽，没甜分的。搿香肠片吃下去呢，肉也勿会散脱的，可以烧包子饭、菜饭，当肉丝炒菜、炒年糕。做烧麦、做馒头，办了屋里向的用场蛮多的。开只小油锅，拿搿眼素丁呢去一边炒下，少许加眼盐。搿搭一小罐米哦，大概一两罐，拿米捣清爽。伊上头侪有刻度的，葛末我呢，今朝因为是。烧那个洋山芋豆饭嘛，伊拉要吃水的，所以我呢要比伊多眼。我呢再拿刚刚煸好的蔬菜盖了高头，再拿搿眼香肠铺了高头。好，盖盖好对伐？那么开，那伊搿搭有功能键，阿拉请功能哦，焖饭，好了，就让伊焖40分钟就好了。夜快上去锻炼之前，烧了眼粥，摆了眼雪莲子、荔枝、红枣，还有两头珍珠米。搿粥呢，又可以吃咸的，又可以摆眼蜂蜜，摆眼冰糖粉吃甜的。搿雪莲子粥老好吃。搿只问侬哪个大气来大气里向，不要放啥个刺激性啥物事，就拿卡布搿样子大大摇。大气来便当伐？不要摆啥个清洁剂咯啥物事，就大了介清爽。介小灶子，功能邪气多，焖饭、蒸炖、清烧、烧米、烧粥、火锅，外加每一个功能里向包括好做交关事体，比如焖饭，还可以焖肉、焖鸡。保温可调节45度到75度。伊还配了两杯木筷子、木条羹、一块小个卡布。搿只架势我太欢喜了，高颜值、高用途。今朝视频就到这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